各位亲爱的观众平安。每一年到了圣诞节的前夕，我们一定会在教堂里、在广播电台里、在电视台的节目里听到一首歌。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你一定听过，我也相信你一定很喜欢，叫做《平安夜》。我们中国人说平安就是福，换句话说，平安是一种非常大的福气。那今天我跟各位看一看，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平安，我们怎么样可以每一天过平安夜，而不是只有在一年365天的那一天里面，我们过一个平安夜。我要看两段关于平安的圣经，第一段记载马太福音第二章，我要从第一节读起。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那生了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特来拜他。第三节，希律王听见了，就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。请注意，希律王不安，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。第七节，当下希律暗暗地招着博士来，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就差遣他们往伯利恒去，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报信我，我也好去拜他。他们听见了王的话，就去了，在东方所看见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止住了。他们看见那星，就大大的欢喜。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没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十六节，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，就大大发怒，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井所有的男孩，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，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见了不安的君王，不安的百姓。我们还要看另外一段圣经，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。这是圣经里面最重要两段记载圣诞节的故事，虽然我们现在不是在过圣诞节。路加福音第二章，那么我们要从第一节看起。当那些日子在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。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，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那时玛利亚身孕已经重了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第八节，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的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堆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，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那刚才我们读了那么大一段两段的圣经，我们就发现一件事，当东方几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，对希律说，哎，那个生来做犹太王那个人在哪里呢？我们从东方看见他的星，我们经过了1200公里的长途跋涉，翻山越岭，披星在月，千里迢迢，我们来找他，我们来拜他，我们带了礼物，请你告诉我，希律王那生来做犹太王在哪里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当希律王听见博士所说的话，心里就不安。为什么不安？我们非常能够体会，因为如果耶稣来了要做王，那么这个希律的王朝马上不保，希律的宝座马上不保，希律的地位马上变成乌有，希律的财富、希律的前途、希律的希望、希律的生命都要受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威胁。我们相信从那天晚上开始，希律每一天晚上辗转难眠，
他知道爬得越高就跌得越重，他的得失心就非常的强烈。我辛辛苦苦所赚来的，所奋斗来的，所努力来的权势、地位、享受、生命、财产，众人的永在，众人的顺服，这一切在一日间很可能就化为乌有。他不仅不安，我们发现他心里面充满了恨，他心里面充满了嫉妒。表面说他对博士说：“你们去找那个小孩子，我来拜他。”其实他是要杀这个小孩子。他心里大大的发怒，因为嫉妒，因为仇恨，因为发怒，这是个恶性循环。越发怒，越嫉妒，越仇恨，就越睡不着，越不安。越不安的结果就越发怒，越发怒结果就变成恶性循环。生理就影响心理，心理又影响生理。我们相信在那一段日子里面，希律王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。到最后，他干脆下个命令，斩草除根，宁可杀错1000个，也不能杀都不到一个。所以他就下个命令，把耶路撒冷全城的男孩子，2岁以下的，通通杀光。这是一个不安的国王。我们暂时讲到这里。我们另外看了一群人，叫不安的百姓。当他们听说那生来犹太王的，在犹太地生下来，他们心里不安。在朝的人不安，因为地位会丧失；在朝的不安，因为权柄会丧失；在朝的不安，因为享受会丧失；在朝的人前途会丧失不安，我们可以挺理解。但是为什么耶路撒冷合成的人，那些小百姓，那些贩夫走卒也都不安呢？各位，是有理由的。因为如果一个王朝要改变，如果希律要下台，耶稣要上台，势必有战争。那么各位，我们都了解，那个战争一定会带来死亡，战争一定会破坏财产，战争会造成多少的家破人亡，战争会造成多少的生离死别，战争会产生多少人间的悲剧，战争会产生多少的孤儿，战争会产生多少的寡妇。所以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，他们担心朝代要改变，他们担心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他们担心整个生活完全要完全的变化，他们担心家里人跟他们离去，他们担心他们的工作不保，他们担心他们生命会丧失。各位，不仅国王不安，不仅百姓不安，我们也看见了，我们也相信希律王底下的臣子也不安。因为我们中国人说得好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树倒猢狲散。如果希律这个王朝一取消，他们的工作，他们的家庭，这些臣子们也都受到威胁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相信当希律王下命令要把耶路撒冷的小孩，2岁以下的小孩都杀光的时候，我们相信那些做父亲母亲的人一定心里不安，千方百计要把他们的孩子带出城外，要把他们的孩子藏在某一个地方，他们担心他们的孩子被杀，他们担心他们要跟他们的孩子分开。所以我再说一次，这是一个不安的国王，这是一群不安的百姓，这是一个不安的都市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刚才看到了路加福音第二章，那里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，我们相信耶稣的父亲母亲也是一对不安的夫妇。不仅这一对夫妇不安，我们也相信在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的前几天里面，在那个城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安的夫妇。因为该撒雅古士都下个命令，要所有这个天下的百姓都回到户籍地去申报户籍，去做户口普查。约瑟带来玛利亚以及许多他的同乡都回到了伯利恒，那是个小城，旅馆里没有地方住，而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。我相信无论是约瑟，无论是玛利亚，他们心里充满了不安。他们不安的原因是，这个孩子，这个腹中的胎儿要生在哪里呢？什么地方有个地方可以给我的孩子生下来呢？在那么多的旅馆里面，每去敲一家门，旅馆的老板开了门以后，就是带来另外一次失望。我的孩子要生在哪里呢？哪里是我孩子的家呢？等到好不容易这个孩子稍微长大一点，希律王又要下个命令要追杀这个小孩子，
还好有这个主的使者在梦中启示他，然后他匆忙中，这个匆促当中就带了的孩子逃向埃及。所以我相信在那一段长的日子里面，耶稣的父亲母亲是一对不安的父亲母亲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也看见了在旷野有一群不安的牧羊人。他们所谓不安，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变化，寒流来袭，他们的不安很可能是有羊被狼吃掉，被人偷掉，或者羊掉了，迷失了路，羊生病了，羊死亡了。所以我们发现，在朝的不安，在野的不安，在城里的不安，在旷野的也不安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也看见了那东方的几个博士，我们相信他们心里面也没有平安。他们在两年以前从东方就看见星星，跑了1000多公里的路来到耶路撒冷。路上难道没有强盗？路上难道没有危险？他们身上带了黄金、乳香、墨药，他们一定担心在路上的安全，在路上会不会有碰到强盗，把他们的宝物抢去，把他们的生命夺去。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，在整个的圣诞节故事里面，是一群不安的人。我再说一次，无论是希律也不安，无论是耶路撒冷的百姓也不安，牧羊人也不安，耶稣的父亲母亲也不安，博士们也不安。那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其实我们真的知道这是个不安的世界，不安的世界。我最近看一个资料，统计的资料告诉我们，在民国37年的时候，医生就调查，在台湾每1000个人当中，有1.02个人有精神官能症。所谓精神官能，就是紧张、焦虑、忧虑、失眠。到了民国77年，40年以后，那么在台湾地区，这个精神官能症的患者，就从每1000个人当中有1.02个人，增加到1000个当中有200个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安的社会，我们发现这个1997年香港大限也影响我们。我们感觉中共到现在为止没有放弃武力犯台，我们觉得不安。空气这样的污染，呼吸系统的疾病越来越多，我们感觉不安。当我们要加入 GATT 以后，稻米必须进口，种稻米的人不安。汽车要大量的进口，买卖汽车、制造汽车的人不安。许多的行业势必要开放，这些商人也不安。台湾有那么多的高尔夫球场，其中90%以上是不合法的，水土保持的破坏，农药的滥用，让我们不安。旱灾让我们不安，天灾人祸让我们不安。我们刚刚82年年底的这个县市长选举过了，83年的年初又要这个地方民意代表的选举，83年的年底要省市长的选举，84年还有立法委员的选举，说不定有总统的选举。每一次选举常常造成朝野的不安，造成民众的不安。那么各位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，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形容。马路上危险不安，马路如虎口。我们最近看看报纸，高雄县大树乡那么一个砂石车的司机，看一个孕妇骑摩托车把她压伤了，压伤了没有死，那么就又再一次把她压死。在马路上不安，在家里也不安。KTV 被火烧，那么 MTV 被火烧，我们也不安。那我们在国内不安，所以许多我们亲爱的朋友亲戚就移民到国外去，我们发现国外也不安。美国的不景气，大量的华人被裁员。那我一个朋友，他们住在澳洲，那么澳洲据说是世界的天堂，据说是全世界居住环境最好的一个城市、一个州、一个国家。但是他们现在发现，澳洲的上空臭氧层破坏很厉害，当地的居民最容易得的皮肤的 cancer。因此我们就发现，在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不安。我们为功课压力不安，我们为这个衰老的来临不安，我们为空气的恶化不安，我们为这个毒品的进口、走私进口那么大的数量不安。报纸上告诉我们，最近有一次偷渡进口的这个海洛因就高达330公斤，据说足够我们全台湾的居民吸食一年。这是个不安的国家、不安的社会、不安的世界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很清楚交代我们，
到底不安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刚才我所说的那都是现象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安的时代，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安的环境，所以我俗语常常开玩笑说，万般皆下品，唯独血压高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圣经上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人类不安的唯一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人离开了上帝，因为人犯罪。在创世纪里面记载，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的时候，他们心里非常平安，他们心里非常喜乐，他们享受上帝所创造的万物。然而，当亚当夏娃听了魔鬼的话，吃了不该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圣经说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在园中呼喊说，亚当你在哪里？亚当听见了上帝的声音，就害怕，就不安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不安的唯一的原因，根本的原因，是因为人的罪恶。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啊？有一个小孩子跑来找一个神父说，神父，我要告诫，我昨天晚上犯了一件错事，做了一件错事，我心里非常的不安。那么神父说，你到底做错什么事呢？他说，我昨天晚上捡到一根，偷人家一根这么长的绳子，心里不安，所以我今天要来告诫。那个神父说，好了，上帝原谅你，既然你承认了，上帝就原谅你，而且很可能是别人丢在马路上，你丢我捡，消除脏乱，上帝原谅你，回家吧，平平安安回去吧。第二天这个小朋友又来了，跟神父说，神父，我昨天晚上还是一晚上没有睡觉，非常的不安，我辗转难眠。为什么呢？我昨天晚上忘记告诉你，那个绳子后面有一条牛，原来这个孩子偷了一只牛。那这是当时一个故事，你就发现，当我们说错话，我们良心会不安；当我们说错话，我们脸会红；当我们说错话，我们心会跳。这是良心的一个功能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不把这个罪的问题除掉，如果不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恢复，没有地方有平安。虽然我们也许也可以用一些方法暂时获得平安，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用压抑。什么叫压抑呢？我让我自己非常的忙碌，我一早起来就忙到晚上睡觉，到累得不得了，躺到床上就呼呼大睡，可以带来平安。所以我有时间我就工作，我有时间我就运动，我有时间我就爬山，我有时间我就种花。我让我自己每天24小时，一个礼拜7天，一年365天很忙，忙碌的结果让我可以暂时得到平安。但是这个不是这个办法。第二，我用很多东西来填补我的不安，我就拼命吃，我吃最好的东西，我坐最好的车子，我住最好的房子，我穿最好的衣服，我听最好的音乐，我让这些物质东西能够带给我心灵暂时的快乐。但是你发现，你吃的再好，你穿的再好，你住的再好，你没有办法除掉你心中的空虚感，你没有办法除掉你心中的那种不安感，你没有办法除掉你心中的恐惧感。那还有一个办法，我们就用东西来麻醉自己，比如说我们用酒。那我看到12月82年12月17号的《智利早报》告诉我们说，台北市立疗养院的一项调查研究，在全台北市有酒瘾的病人，所谓的酒瘾就是非喝酒不可，已经喝酒上瘾的这种病，据我们的了解，英文叫做 alcoholic。这种有酒瘾的人，40年当中在台北市就增加了100倍。酒啊、烟啊、镇静剂啊、安非他命啊，各位晓不晓得？亲爱的观众朋友，现在在全世界最畅销的药就叫镇静剂，可是这些东西麻醉剂也只能够带时暂时的麻醉。那么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平安到底在哪里呢？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平安呢？有好几段的圣经我要念给各位听的。第一处是在以赛亚书第53章，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所受的痛苦我们得平安，因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罪。这里讲到那位为我们挂在木头上的耶稣，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罪得医治，
因他所受的痛苦，我们可以得到，我们可以恢复平安。第二处的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十四章，耶稣说，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，我所赐的平安跟世人所赐的平安不一样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世上的平安是暂时的，世上的平安是受环境影响的，世上的平安会随时会失去的。但是耶稣说，他要留下他的平安给我们。那个平安是怎么样的一个平安呢？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十四章、十五章、十六章、十七章，你就发现那个平安是耶稣讲这个平安的时候，是在吃完了最后的晚餐，即将进入客西马尼园。当他从客西马尼园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场面是多么的混乱。犹大带来一大堆的兵丁，拿了刀剑，拿了火把来抓耶稣。耶稣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说，我们找拉撒勒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就是。你感觉耶稣在那个混乱的里面，生命面临威胁的里面，面临存亡的关头，他有一种属天的平安。那这种平安，我用另外一个形容词，那是记载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皆都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，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种平安叫天上的平安，这种平安叫跟世界不同的平安，这种平安叫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这种平安是跟你的环境、跟你的心情、跟你的健康、跟你的家庭、跟你的事业都没有关系。这种平安要从你的心里涌流出来，源源不绝，一年365天都有平安。怎么样可以得到呢？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，地上的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。谁是他所喜悦的人？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只要相信耶稣，打开心门接受耶稣，那位赐平安的耶稣就住在你心中，你天天有平安，日日有平安，月月有平安，夜夜有平安，那才叫真正的平安，叫真正的平安夜。亲爱的观众，你要不要这样的平安呢？打开你的心门，请这位赐平安的耶稣住在心中，你的平安就要像活水的江河一样源源的流出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祝福今天早上的节目，求你把属天的平安透过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每一位亲爱的观众，好让我们天天平安，日日平安，月月平安，年年平安。愿你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每一位相信你的朋友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